这个就说不来，最近人反正还是很少。 我这是老店，我的顾客。那时候，比如二三十块的烟，销量比较好。现在疫情之后吧，都不出门了，有好多人都工作都已经暂停了，他们就觉得就开始换那种十几块的，对，也是有点压力，对，我们这种更压力也更大。 房租啊之类的，有时候一天都见不到几个人，疫情严重的时候，我们还有时候还要勒令关门。对，菜价，福建关西民要尽快开。啊？以前的话，人买东西可能是一次可能会买七八十、五六十的，现在可能就基本的生活需求吧。 那就买上消费上十几块，二三十块这样的，整个消费水准下。不行，第二天还不行吗？我们两个现在还可以，至少还可以，中午。 差一点，对，一半吧，可以吧？可以先上。你喝的要啥吗？这顿饭吃的好拘谨呀！以前大概一个礼拜吧出来一次，现在大概我们现在几个月见面了？一个月，见了一次面，就出来吃一次。 以前基本上经常喝酒，但是也不喝了，因为没钱呀。一个疫情吧，然后做不来业绩，老板又扣扣工资。我们从事服务行业，也算是服务行业，因为大家都不出来消费嘛，我们当然也没钱呀。跟疫情之前相比少了三分之一吧。哎，我怎么说还行？ 疫情的时候严重呀，没有聚会了，我们这酒肯定也卖不动。对，我们主要还是聚会嘛，然后用酒比较多。跳舞比赛开始。觉得是好事，最起码能宣传一下这个西安嘛，对吧？ 让世人再了解一下咱这十三朝的古都嘛，应该会有影响，会有好的带动吧。这个不好说，因为主场馆也不在这一块，谁也说不来。今年中秋还生意好一点，西安控制的还不错，又比去年强多了。对，我们还是比较期待十四运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人流量嘛。